手在台上热情演唱，现场嗨翻。高雄啤酒节热闹登场，这一次规模更大，请来多组韩团演出。第一天晚上的亮点就是韩团 SHINee 成员泰明居然在台上露点了。扯衣服时肩带断了，意外秀出好身材，台下粉丝看到更是疯狂尖叫，拍下了腼腆的笑容。而接下来整首歌，泰明还是很敬业完成，一边跳一边用手拉住衣服，但三不五时跑出来打招呼的好身材，更让台下粉丝高呼：“这是加码的彩蛋吗？”好啦，温度已经降下来，你们应该比较舒服。因为高雄真的太热，现场以水舞降温系统喷洒降温，下方的粉丝撑着伞也笑说不想淋湿的，记得穿雨衣来。高雄啤酒节连办三天，吸引80000人买票，首日就有2.7万人入场，预计为高雄带来12亿的观光财。三新闻主委的先高雄报道。